那个 R A 是卷舌，是 R， 不是拉，不是拉，是 R， 卷舌音啊。比拉嘎瓦苏，来。比拉嘎瓦苏。好，你家有多少人？比拉比拉萨苏。比拉比拉萨苏。家是拉萨，对不对？比是人的意思，那你是数啊，比那是多少？你问，所以你看我们打样的整个的句法当中，主词啊，就是你我他这个主词都摆在后面比较多，你去看哈。好，你会讲太阳吗？啊，数个玛雅，给那太阳。吧是什么？会，数是你，怎么样就是嘛，讲说啊，给是话，那就是什么？答案就是什么？答案啊，那是什么？那努卡萨提亚。那努卡萨提亚。那努是什么？卡萨是那个位置。那这个位置呢？那是卡萨，那这里叫什么？卡密，对，不一样了。距离远的叫卡萨，距离近的卡密哈，远近，懂吗？好，你家在哪里？有人念的好标准了。九，马吉努拉萨苏，来。唱歌吗？这个嘎往上扬一点。拉苏马瓜斯嘎。拉苏马瓜斯嘎。好，今天是好天气吗？我稍微打一个疑问哈，听一下。拉嘎扬索尼。拉嘎扬索尼。啊，你怎么拉？怎么说的？读书怎么说的？那苏老师下面打的是因为国字有注意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类似拼音哈，谐音接近的音哈。好，我先问，然后你们一起回答我哈。你好吗？我读书啊。那是什么？南路卡萨伊亚。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哎，人家会打的。牛叔他们说了啊。牛叔他们说了。我们从第一直念到第十，看着了。好，我们念中文，再念打样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念数字一。你好吗？我大叔啊。二。我告诉他，继续二，你叫。